B&B 嘅呢间啦，前面绿色嘅车。终于来到这个搬尼茅夫的主场 Vitality Stadium 了。在一条路中间，球场就在这里了。刚才看不到绿呢，就有点不开心，当然有点失望，跟着但是现在就立刻个人开心了。你做什么？入镜咯，你这么闷，你拍片观众，黐线！咁一阵就会带大家入去睇下，穿过停车场就会睇到呢个球场嘅 store 啦 ，super store。呢个系英冠嘅球队嘅 list， 佢而家排紧榜首，佢系好好嘅，将呢个第一咧摆喺自己喺个顶度。竟然會有個擺獎杯的櫃，他最近期一次贏的是 Highest Ever League Finish 第九 Premier League， 大多數時間都是下游打滾的。他們的花名是 Cherries， 如果贏了球呢，這些地方就會很多人喝東西。他們的 logo 是有個人頂頭槌的，如果你細心點望Together, anything is possible， 就是他們的口號。這個是他們的 main reception， 大家不要以為他們在這裡跌了東西，其實望真一點，他的地下是有些球員的名字。誰是經典球員？我不認識。在2010的時候已經用了100年。現在就出發去這個Old Harry Rocks， 佢就係屬於呢個搬尼茅夫嘅南邊嘅海岸線。咁咧，佢有一啲好獨特嘅自然景觀嘅。咁我哋即管睇下。You are here 呢個位置，就上去 Old Harry Rock。有人話呢個係雲天一色。終於到啦，我哋。這個就是那個 Old Harry Rocks。 這個就是 Old Harry Rocks， 它的距離都挺遠的，但是呢它的背後呢 是一個懸崖。現在出了太陽還不正，剛剛有兩個本地人跟我們說話，問我們在哪裡來，跟著我們說在香港，跟著他就是啊，又送了這個 Jam， 但是可能他是收回來了沒有，因為都挺久，但是他都表示香港都是一個挺慘的地方，他都去過香港，他吃了蛇筋，他吃了蛇筋，不過我沒有拍下來，因為免得拍到人。很開心嚟到呢度，因為咧個景色好奇特啊，同埋咧
又好優美啊，同埋個天咧又係藍藍地啊。大家看看住的这个 B&B 啊，入嚟啦，咁啊有我哋住楼上嘅，咁呢间屋咧个屋主咧就装修啦，所以咧就都暖暖地啦。呢个咧就系佢嗰个厨房，咁呢件咧系都几大嘅，有齐晒所有设备嘅。咁我琴晚就喺呢度煮嘢食啦，然之后呢个咧就系屋主咧嘅花园，同埋咧佢系住喺对面嗰个屋嘅，咁佢都系整紧啲楼梯啊，装修紧个花园，整靓楼出租俾啲客人，都尚算几奇丽嘅，同埋你连啲雪柜啊都好新净，咁咧呢间房咧系。一個人啦，左邊呢間，跟住前面呢度有一間房，都係住嗰個人。咁我諗都係啲租客。我哋間房咧就係住喺呢度嘅，一上嚟呢一間。咁然之後咧向後行，呢度又係有一間房啦，呢度係一間房啦。
呢度咧有個 common area 嘅廁所，你見佢個廁所咧都係裝修得唔錯嘅，好奇異嘅。有啲掛毛巾嘅架啦。咁我哋間房入邊嘅大細就普普通通啦。咁我哋嚟咗廁所啦，同埋我哋都可以望到屋主間房嘅。